你有钓过鱼吗？完全没有。钓过？没有。我经常看人钓鱼，然后我在看的时候，我就会在想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头发在脸上。你有病。太冷了，天哪。就像个大爷，一直背着手。我的妈呀！这样走吧，给你挡着。哎，挺美的。虽然也挡不了多少。抖音。